是社会公器，但是咱台湾的电视台长期被国民党所垄断。对今仔日起，我要用实际行动打破这种不合理的局面。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你收看绿色电视台的节目。首先，在这给大家请安。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你收看绿色电视台的节目。首先，在这里跟大家请安问好。我是绿色电视台的记者李世秋，李世秋。我甲台视的李世端，华视的李彦秋，并无啥物亲戚关系。即个首先在这给大家做一个声明。大家拢知影，长期以来，咱台湾敢若有三间电视台，啊，佫真拄好三台拢国民党诶。电视台生意遐尼好挑，台湾有钱人遐尼济，是安怎无人要另外去设一台，当予国民党去三台变做孤行独市诶生意咧？各位观众朋友，毋是无人要设，是国民党无要予人设。别人若要申请电视台，国民党一律拢讲袂使，袂使诶理由是已经没有频道。没有频道其实是一种欺骗社会的讲法。咱厝内的电视拢有十外个频道，台视、中视、华视，总下甲中央嘛才三个，上少还阁有七八个频道，空伫遐无得用。现在你所开的频道都是其中的一个。国民党讲没有频道，就若像过去报禁的时代，伊讲报纸无够用，所以唔准新报纸成立同一款。目的拢是为着要垄断传播媒体，传播媒体受伊控制，伊就会当扭曲事实来制造民意。新闻乌白甲你报，重要无要报，啊无重要报甲规大片。佫较野兽的是，乌的甲你报做白，啊白的则甲你捏做乌的。啊，若是你懂的，不管伊阿变，全部拢讲好听话。啊，若意见甲伊无共款的人，譬如讲民进党的，伊就讲你是有心人士啦，阴谋分子啦。什么挖骨头，什么笑话，就敢讲出。反正，敢若三台尔，大家也无伊个法。啊，才有一挂王立尚看较高火了，少年家也看较规人趴火。啊，若性格较歹，连电视都想要甲弄无看。各位观众朋友，对今日开始，你毋免去国民党个电视台安尼甲你入台啊，因为绿色电视台已经伫今日去正式成立，开始播出。虽然国民党一再强化讲，任何人拢袂使家己设电视台，若无就要抓伊关。但是为着要突破电视台长期受霸占这种无合理的代志，阮甘愿互关。接下来，咱就要开始来报选举的新闻。有在收看的朋友，请你赶紧甲你的厝边隔壁讲，叫伊电视开好开，频道调好势，大家做伙来看。首先为你报道台北县的选战，大家拢在讲台北县是今年选战的超级战区。一开始，李登辉总统就放出风声，讲总统的故乡绝对不能沦陷。不但总统，甚至连总统因爸嘛加入选战，情势会使讲是真紧张。不过真奇怪，这两三礼拜电视报出来的新闻，敢若看到国民党的候选人李时坤一个人伫遐踅来踅去，看起来那像真丧势。这条绿色电视台认为其中必有缘故，所以特别关于台北县，想要看一个究竟。观众朋友，现在你所看到的是台北县长候选人尤清的证件照。我本来想讲三台无爱报尤清的话音，大概是因为场较冷，参记者的分段去翕，结果竟然是闹热滚滚。
台三间电视台无报伊个选举活动，完全是一种封杀的手段，并不是因为伊个条理，而是讲伊人生了较歹。另外，林清伟在讲，伊想要邀请李秀坤进电视台公开辩论，但是三台拢无答应。关于这点，本台直接公开表示，阮随时愿意提供时间，予伊两个公开辩论，敬请大家期待。台北县长的选择，最近另外有人在讲，可能会有投票部队出现，讲连金门妈祖的部队都要开登来台北县投票予国民党的候选人，这点报纸已经看出来。尽管投票部队过去大家拢听真济，但是大概无偌济人亲目睭看过。毋过，经过本台的采访，投票部队的存在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为着要大家进一步了解真相，下面咱做伙来看一段投票部队的实况。各位观众朋友，现在咱所看到的是三冬前新竹市选市议员的时阵轰动全岛的投票部队。投票所是设在新竹的荣民之家，选区虽然是伫新竹市，但是选民竟然是对全国各地来。现在游览车一车一车载来，就是国民党的投票部队。现在几座？四座了吧？差不多了，差不多了。从哪里来啊？好气啊！拢做哪侪？忘了几号开始播啊？选举前三天开始播，那一天哦几点哦？绿色电视台要开播。那你就把你家的电视频道等到十三号，等到十三就收到。当时呢，就是我们就把一台电视摆在游行纪念总部的外面广场，啊、哦，然后民众过去看，哎，我们要不看啥呢？红博，哦，跟他点啥呢？无点啥，哎，无有线的线拢无，没有无，大家就期待讲。今天可以到可以，啊，那一台范围很小，其实只有两公里到四公里，也没有人敢保证说太强或怎么样，就是两公里到四公里。真的就是一开播了以后，画面一出来，大家很不可置信哎、欸，那个眼神，那个整个兴奋的表情哈、哦，我现在都还记得，那好可怜哎，那虚伪的，然后马上呢就是电话就是一直打进来了，然后有些总部进来，修掉，最远的竟然是在内湖，哦，这有点奇怪，我想会不会他那个乱讲啊、哦？反正就是收到了，可是呢，国民党澳博啊，十分钟以后大停电，那一区整个大停电、哦，但是这个东西已经彼此都演练太久了，尤其的那个。上大台发电机早就准备了，他说我用到，应该就用到啊，马上用，哎、欸，我们发射没有问题，哎、欸，照样发射出去，但是倒霉的是附近的居民，看不到，至少在，又跑到总部来看，这总部更热闹，哎、欸，更热闹，哦，出去绕了一圈，后来因为大家都、欸、觉得都运作了蛮，因为记者会开了蛮久的嘛，那时候是黄信介是当主席嘛，黄信介主持的，黄信介笑到呢吼，我一上来笑他，哦，我就去注意到一下，看到有一家电器行，他就把他的那个装电池那个小电池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小小的，好像还是黑白的，就搬到店门口，因为很多人停电了没地方看啊，那搬到走廊给大家看，蛮有趣的啊，但真的就是发射出去。就这样子，你就颠覆了国民党的谎言嘛，啊，其实就这么简单啊，你不用跟他争那么多啦，因为这个是很好的一个议题，
每次选举就每次选举每次选举一定大家都提出来排的一个。